少侠，一路风尘，来喝口茶吧。这位师兄认得我吗？我是你师兄的朋友，我叫苏小白，出身移花，受天风、见过苏师兄，我有一封信件要转交天风盟主。不急，今夜乃是天下第一红绫书音开琴献艺的日子，趁琴会之盛，青龙会与天风盟之主会在凌音楼内雅室相见，共商孔雀翎之事，届时你可前往将信件送与他二人。孔雀翎之事，此处人多耳杂，不便详谈，稍后有人。江南的风景还是在高处看更为壮美，少侠来此处与我共赏如何？那人是……算了，还是先去前面找他聊聊吧。这位是青龙会护法五毒弟子蓝征。原来是蓝师兄，苏师兄告诉我今夜要去凌音楼讨论什么孔雀翎之事。会有人告诉你孔雀翎是什么？只可惜那个人不是我。还请师兄明示。你师兄拜托叶开在江南为你准备了一个向导，名叫赵婉儿，他在镇上最大的酒楼正骨楼等你。最大的酒楼在哪儿？不急，这钱塘镇的湖光山色俱佳，少侠不妨先细细领略一番。你看，极目远眺，经脉中似有细流涌动。奇怪，蓝师兄呢？蓝师兄大概已经走了，只能自己去找那个酒楼和赵姑娘了。前面有个神刀门的小师妹，过去问问。这位师妹，请问你镇子上最大的酒楼在哪儿？我当然知道，正骨楼的鲈鱼做得可好吃了。从这里出去往那里走，再往那里拐。我好像说不清楚啊。这……哦，我记起来了，你就沿着这条路向前走就好了。向前一直走？嗯，相信我，没错的。好吧，那就谢谢师妹了。这里竟然有只小猫，真可爱。先沿着这条路向前走走看吧，但愿那个小师妹没记错。正骨楼果然在这儿，不知婉儿姑娘在不在里面，先进去看看再说。
前面怎么乱哄哄的？发生了什么事？都起来，都起来！今天这里被我们包了！凭什么你说包就包啊？简直不讲道理！要么自己走出去，要么被我们扔出去。自己。几位是想在我大宋土地之上欺负我大宋的百姓？我们辽国人，在你们大宋，小姑娘，你这身子骨经不起我们的拳脚。那我今日便领教一下各位的拳脚。姑娘小心。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哎呀，你们还敢还手？看我大辽邦的侍卫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我姓赵，行二，回去告诉你们家主子，要找麻烦就来找我，滚。哎呦，咱们做的都是小本买卖。无妨，此地破损的桌椅我来赔付。少侠，请随我来这边一叙。多谢少侠相助，在下赵婉儿。赵婉儿，你便是叶大侠的弟子，我正是来找你的。原来你就是那位少侠，我在此等你多时了。劳烦姑娘。对了，这些辽人为何在此生事？辽邦使团出使中原，本要去开封，却强说要来游览江南风景。宋辽之间本有合约，只是辽人虎狼之心一刻未灭。这么复杂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些了，少侠既来，我要做一回东才是。此地的四鳃鲈鱼极为美味，少侠鱼羹最能显出食材本色，少侠好品味。啊，对了，赵姑娘可知孔雀翎为何物？今夜凌音楼之会。少侠有所不知，这世上不少事端皆由孔雀翎而起。若说青龙会与天风盟是天下至强的盟会，那孔雀翎便是天下至强的暗器。世间无人见过孔雀翎真容，因其一旦出手，见者皆死，绝无幸免。当年公子羽道行逆施，重铸孔雀翎，练成大悲赋，欲要血洗江湖之时，终被沈孤鸿所败。之后，沈孤鸿重建青龙会，唐青峰会盟浩然峰。武林格局由此而立，但争夺孔雀翎之人却仍是前赴后继，纷争不休，挑起了无数血雨腥风。原来如此，江湖神器果然是纷争之源。关于孔雀翎之事，
少侠以为如何呢？希望今夜此事……那赵姑娘可知这凌音楼在何处？少侠莫急，晚上凌音楼之会我也会列席，届时我与你……那便好，不知赵姑娘……叫我婉儿吧，太客气就见外了。少侠可想坐船从水上一览凌音楼之盛景？好啊，全听赵，全听婉儿姑娘安排。参见姑娘。此地斗殴许久，你们总算来了。属下等保护姑娘来迟，罪该万死。万死倒是不必，记得加派人手保护此地安全，免得……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官府之人怎会如此惧怕婉儿姑娘？少侠，我们走吧，我慢慢和你解释。婉儿姑娘。方才的捕快对你毕恭毕敬，难道……此地人多耳杂，我的事一会儿自会告知少侠。再往前走便是钱塘桥，站在桥上可以览湖中美景。婉儿姑娘对此地十分了解，想必不是第一次来了。钱塘镇是江南第一大镇，我时常会来此处理些事情。啊，少侠，我们到了。孔雀翎乃天下神器，如今孔雀翎虽无翎羽，却始终是一把不容忽视的利器。如今大宋群狼环伺，危机四伏，西夏与辽俱都蠢蠢欲动，当然不能任由其发展下去。婉儿姑娘对朝廷之事如此了解，难道……少侠猜得不错，但我既是朝廷中人，又是八荒弟子。少侠，我与你一样，行侠仗义，扶危济困，乃是我毕生之心愿。我相信你，婉儿姑娘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赶快去找船游湖吧。此地风景的确十分宜人，想必乘船游于湖中更是一番享受吧。如果少侠喜欢，我们多游一会儿也无妨。多谢婉儿姑娘。少侠不必客气，快看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奇怪，这儿怎么没有船家？船家，船家！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，湖在眼前没有船，你说这是反不反？在下西湖名小宝，单这一个湖字就跟西湖有着不解之缘。各位想游湖吗？包在我胡小宝的身上。阁下是丐帮弟子？丐帮记名弟子，记名弟子有。那就好办了，得嘞，两位稍等片刻，我去就来。我去找船了，两位在此稍等片刻。好。两位在这儿等什么呢？哦，我们在等船，一位丐帮的小哥去为我们安排了。哎呀，奇了怪了，今日辽邦公主要游湖，所有的……再说了，咱这也没丐帮弟子会开船啊，你们不会是被骗了吧？婉儿，这若只是骗钱倒也罢了，不知会不会另有所图。我去追他。有钱了有钱了，这些钱够买好多好吃的，这下阿毛他们不会挨饿了。少侠，他在那儿。站住，说你骗钱有何居心？居然被发现了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想拿回银子先打赢了小爷再说。
光天化日欺负人，你也太过分了吧。这位天香师姐，此人是个骗子。两位先慢慢聊，我先告辞了。他若不是骗子，他跑什么？对呀，他跑什么？我去追上他，问问清楚。站住！想追上小爷，可没那么简单。你来追我呀！嘿，小爷，我就先走一步喽。哎呦！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敢拦小爷的路？啊，看你，你是唐门的人。我跟时也运也命也，只能你钱已经没了，要打要骂你们处置吧。小宝哥哥，那边怎么有个小乞丐？先过去看看再说。小宝哥哥，俺娘饿得喘不上气，她让俺来问问今天大夫会不会来，还有又有几个人发高烧了。小宝哥哥，我好，今天的钱算我问你们借的行不？乞丐窝里不少人染了食疫，没钱抓药，等我安顿好了他们，一定设法还钱。银子你拿去吧。婉儿，算我的，快去买食物请大夫吧。我是天香弟子，我能看病，不用请大夫了，我跟你去。我包了淼淼客栈一庆小院，空了许多房间，把病人抬去我那里休养吧。你们几位的侠义心肠，我胡小宝终身难忘。这胡小宝倒也有一番侠义心肠。劫富济贫，只能算是一般的侠义心肠。盛世之下竟有恶瓢，民不聊生。姑娘何必伤感，世上肉无不平。少侠正义凛然，在下忽觉手痒，我们切磋一番，忘掉不快，如何？堂兄经常与别人切磋武艺吗？当然不会，我只与合乎我意之人切磋较量。如此说来，在下受堂兄之邀，自应感到庆幸了。我看人一向很准，少侠虽是初涉江湖，日后却定会大有作为。武艺切磋点到为止，少侠请。少侠加油。伸手。少侠的武学功底果然扎实，若堂兄过奖了。我也想变得更强，可不知有何诀窍？诀窍嘛，的确有两个，少侠聪慧，定能一点即通。
长磨自有利剑，勤学技艺可成，这两件事我记住了。江湖风雨无定，还有其他门窍，少侠慢慢自会明了。还有一事，刚刚的比试耗费不少，这个送给你，吃下去自可回复气血，大有补益。多谢你了，我先回去看看。记得哦，我住在淼淼客栈，可以随时来找我聊天。少侠，方才有人托我给那个人姓唐，具体叫什么名字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那人长相十分儒雅，谈吐。对了，这里距码头有段距离，少侠要备好马匹哦。这样吧，我让我的小灰马带你去。这小灰马？可这毕竟是你的马。是啊，就是我身旁的这匹小灰马，它认路可准着呢。八荒之内，同气连枝，只要你好好对小灰，送你。好吧，那就谢谢师妹了。没想到那个神刀的小师妹竟还卖了个关子。对了，婉儿姑娘可知道谁会在码头等我们？一时还想不起来，不过此地离码头还不算远，我们骑马一会儿便到，到时自会知晓。嗯，这小灰马感觉还不错。那个神刀的小师妹还真会替人着想，不仅帮人传话，还要送人马匹。日后再见到她，定要请她大吃一顿。那到时可要叫上我，码头就公开公开，你们不知道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无边风月岂有主人。那有点本事，看来本座要亲自会会你们了。莫多纠缠，谨遵公主懿旨，众人撤。婉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少侠，赵姑娘，唐盟主，唐，天下双璧之一，距秦会还有几个时辰，少，凌云楼秦会的时辰要到了，得赶紧去找婉儿了。
哎呀，今次我可赶上了，闹事的一律抓回去抄家罚款。带走闹事者，速速离开吧。是是是。婉儿，我来和你会合了，刚刚是没什么，当地治安颇为混乱，捕快。婉儿，你以一个女子之身官居高，其实我的一切都是我的父亲为我安排的，只是如今一时还无法向你解释。没关系，不用解释，不用解释，走，我们快进去吧，一会儿就能见到沈龙首了。少侠很期待与沈龙首见面吗？嗯，能与江湖中两位盟主相见，我自然也十分荣幸。唐盟主方才已经见过，沈龙首稍后便能遇到，少侠无需着急。嗯，婉儿姑娘说的是。取你性命的人，取我性命，好大的口气！是谁？手下留人。少侠留步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拦我？拦你的不是山人，乃是天命。你和刚才那些黑衣人是一伙的？我不认识那些凶徒，不过行吧，那群黑衣少侠随我来，我们且去安全处说话。